八仙呢？哦，那是八仙呢。蓬莱呀，蓬莱仙道八仙会。哦，这是心灵的镇南殿龙宫的五谷王宫庙，二楼宫神龙大帝五谷王宫庙，八仙会蓬莱仙道八仙会。哦，你看那个剪莲呐，剪莲艺术品呐。忠孝节义的故事了。为什么头会晕晕的？哎呀，三桂，行军哦，功德无量，行军胜寿无疆。卖头壳骨。哦，你们才行。你们才是。雕梁画栋，你看多少个艺术品，教宗教孝艺术品。天书哈，神皇呢？为什么叫神皇？负重行前。善心人士捐款来兴建的，得来不易啊！罗上了玉皇大帝的圣殿，寒山行旅啊，什么叫寒山行旅？哦，这个国画不错哎。干胡人呐、啊，急躁吟唱哎、啊，哦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呢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干胡人急躁关公啊，回去记得。门神的，没有龙的。我门神也有用龙的。门神也有龙的。哎，哦。
龙呢？龙呢？金龙金的，这个金。加宽进入，是加宽进入。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有，咱那边有网络电视台有，啊，那边有线网络电视台有。我嘞。哦，谢谢啊。完了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哦，这山珍海味，山珍江啊，海味一样。那你愿意在你上吗？哦，这叫水，新年，正能量，阿公。